哎，表，这里是你们的卡卡罗特。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双安踏 KT8 橡胶黄。这个鞋子的配色呢，我觉得是非常的酷炫的啊。KT8 的这个造型也是比较夸张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侧面呢，经典的安踏大 logo，采用到的是这种贴标的这种，刺绣针印的这种感觉，质感呢其实是相当不错的。而且它这双鞋子的配色呢，这边呢这个 logo 呢是金色的，非常的夸张，也是非常的酷炫。然后侧面呢可以看到，这个 TPU 已经露出来了啊。然后可以看一下，中底呢也是这块 TPU，然后可以看到后跟处这个非常巨大的碳板材料，可以看到整个鞋子的这个中底的抗扭是非常不错的。同时这里浅露出来的一点安踏氮科技啊，也是它整个中底的材料所在，所以它的缓震效果是非常不错的，这点完全不用担心。再来看看它的鞋子的鞋面材料，采用到的是这种刺绣啊，哎，这种浮刺的这种感觉，看到没有？非常的有质感，有那种龙鳞若隐若现的感觉啊，大家可以看细看一下。然后后跟处呢写的是什么？固若金汤四个字啊，很符合这双鞋子的这个配色啊。整体呢，这双鞋子的颜值呢也是非常的酷炫啊，在球场上打球呢也是非常的骚气。这个蛋的这个字呢，也采用到的是这种镭射标啊，非常的酷炫。喜欢的朋友呢，我觉得直接下单就可以。